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读书频道。这里是新的一期的内容，在这一期我们与以往不同，我会用简短的时间为大家分享过去一年来读过的一些好书，为大家带来这些书的精髓。当然，我的解说内容仅供大家参考，很多内容也是参考了网络上的资料。如果大家对我分享的书感兴趣，欢迎同学们去购买全书。希望能够和大家一起充实自己，积累更多的投资和理财技能。好，那么我们就开始今天的分享吧。今天我们要介绍的这本书，它的名字叫《投资中最简单的事》。这本书会告诉我们，投资其实简单，但是不容易。说到投资的，它的核心原则不超过三个，那么我们就一一道来。这本书呢，它就化繁为简地为我们揭示了投资这件事情的本质，剖析了价值投资的三大原则和使用的方法。首先，我们来介绍一下这个作者是一个中国人，他的名字叫邱国禄。邱国禄曾经担任南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投资总监和投资委员会的主席。2012年啊，他被理财周报评为了最佳基金投资的风云人物。这本书也主要我们讲述了两点核心内容。首先是什么是投资中最简单的事儿？第二点就是投资的三个核心原则是什么？其实啊，一开始我们讲到的三个投资原则，说投资不容易，是大部分人在做投资的时候容易偏离投资的核心原则，从而去进行赌博一样的投资。大部分的人会认为投资很复杂，需要考虑的因素特别的多，比如宏观上，你要考虑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历史、军事，甚至是文化等等。在中观上，你也需要考虑一个行业的发展情况，甚至于说上下游之间的关系等等。在微观上，我们也需要考虑公司的管理层、发展战略以及员工素养、营销方案、产品等等等等的信息。看起来，想要投资成功，需要懂得很多知识，比如说涉及到金融啊、经济啊、心理学啊、会计啊、法学等等等等。但是投资真的需要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吗？其实更多的投资人是不需要懂得太多，投资只需要做好一些简单的事情就可以了。这是邱先生的一个理论。他的理论精妙点就在于，投资的目的我们首先要看清，这个目的是为了赚到钱。但是呢，赚钱这件事情并不是要求我们在手里所有的项目上都能够赚到钱，我们只需要在能够让我们赚钱的项目上做好投资。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咱们来举个例子，这投资这件事儿就好像是我们在打羽毛球一样，目标是每次都能赢，那么我们如何去保证每次每场都赢呢？答案就是我们可以挑合适的对手。如果我们去挑选那种不太会打的人去打，而不是去挑选职业运动员去打，也不要和上一届的冠军去打，那么是不是我们就可以赢呀？打羽毛球要赢的原则就是只和你能打得过人去打，这个也是参与各种项目呀，甚至说游戏中胜利获胜最简单的事情。同样子，这个道理也可以映射到投资里边。我们想要投资成功，就不要去追热门，或者东投资一下，西投资一下。我们想要做的是研究投资的项目，是不是有很大的概率能够赚到钱。一旦找到了，那就重点去投资这个项目。这种投资方法，基本特征就是杀鸡用牛刀，我只和打得过的人打。我只捡软的柿子捏，捡软柿子捏，当然成功的概率就大。这个软柿子对投资来说就是好的投资对象。
要怎么判断投资的对象好不好呢？这里邱先生提出了三条原则：第一，品质原则；第二，估值原则；第三，就是这个时机原则。好，我再来重复一遍，邱先生的三条判断投资对象好不好的原则是：一，品质；二，估值；三，时机。这三条原则，简单的说就是买价格便宜的好公司，是不是很熟悉？巴菲特也是用的这个策略，买价格便宜的好公司进行价值投资。当然，符合这个标准的公司就是值得投资的好公司。这里可能会有两个疑惑：一是人们都说便宜没好货，这市场上能有便宜的好公司吗？便宜的好公司早就被别人买了吧？第二点是，也不能只买便宜的公司吧。如果一个公司虽然贵，但是一个很有潜力的好公司，这样的公司也不值得买吗？关于这两个问题，作者是这么看待的：第一，是不是所有便宜的好公司都会被人买掉呢？答案显然不是。当然要理解这一点，前提是你得知道市场并不是完全理性的。前提是市场并不是完全理性的，于是这种情况下才会滋生便宜的好公司这么一说，因为人们会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去误判一家公司的价值，这个不是公司本身出现了问题，更多数情况下是市场的导向，从而市场为我们提供了低价买入好公司的机会。打一个比方，2013年的时候，茅台的股票因为政府限制三公消费，于是大跌，这个价格就变得非常的便宜。这个时候，一位投资人段永平先生就大量买入，他到现在都还持有，于是就赚了数亿。从概率上讲，总有人会买到便宜的好股票，你只要用心去找，就会比别人有更大的概率提前发现市场上便宜的好公司。你要做的就是努力去成为那个买到便宜公司的人。第二个问题，有些好公司虽然不便宜，但是如果未来的成长性很好，有很大的发展空间，也值得买呀，为什么不买呢？关于这一点，作者认为确实有一些成长性很好的公司，买来也很划算，可问题是没人能够预测未来。我们大多数人是无法知道现在看起来有成长性的公司，未来是否真的能够快速发展。而现在那些看起来没有前途的公司，未来也未必不会成为巨头。预测一个公司是否真的在未来具有高成长性，这件事情真的太难了。相较而言，判断一个公司是否便宜要容易的更多，成长股中当然有大牛股，但是是小概率个例比较多，这个很难把握。而便宜的好公司，长期来看平均都能跑赢成长股，这个就是规律，是可以长期把握的。所以作者说，不要被绚丽的个案迷惑，而是要坚守规律，迟早能够成功。道理很简单，但具体应该怎么做呢？要不要投资一个公司？首先去看投资对象的品质如何，在它是一个好公司这个前提下，才会值得我们去看第二步，才会值得我们进入第二步，对这个公司进行估值，看看这个公司是否便宜。如果是个好公司，那现在的价格比较贵。估完值，发现现在的价格比较贵，我们再执行第三步，等待时机，等待这个好公司足够便宜的时候再去买。下面我们看看具体怎样判断一个公司的品质，如何判断这个公司的估值以及合适的投资时机。首先，要想了解一个公司的品质，就得做两件事情。第一件事儿，要从行业的格局来看这家公司，先看这个行业好不好。如果这个行业不好，那么行业内的公司很难是一个好的投资对象。所谓格局决定格局嘛，就是说的这个意思。比如，同样是钢铁行业，为什么美国钢铁业就很赚钱，中国的钢铁业就竞争那么激烈呢？
为什么中国的钢铁业正在生存的边缘上挣扎呢？那是因为美国的钢铁行业只有三四家公司，竞争相对较小，于是他们过得自然舒服。而中国的钢铁行业有几十家大企业，这个竞争实在太激烈。而同样的，为什么美国的航空业利润非常低，度日很难，而中国的航空业却过得比较舒服，如日中天呢？那也是因为竞争导致的。美国的航空公司太多，竞争相当惨烈，而中国的航空公司主要就那么几家，竞争对手不多，大家日子自然都不会差到哪里去。那么第一步，选择好了行业之后，我们就可以做第二件事情，看看这个公司是否有定价的权利。对，第二步我们要判断这个公司的估值，一个很重要的决定因素是看看它是否有行业内的定价权。所谓定价权，就是说如果公司现在对产品小幅提升，但销售量不会发生太多的改变，那么就说明这个公司有一定的定价权。假设如果一个公司提价了 10%， 结果销量立即下降了 20%， 那说明这个公司没有自己的定价权。比如同样是手机公司，小米就比杂牌有更多的定价权，而华为就比小米更胜一筹，苹果又会比华为有更多的定价权。定价权某种程度上意味着这个公司的风险比较小，也暗含着这个公司盈利能力强的事实。所以在选公司的时候，一定要看它有没有定价权。这种定价权可能是来自公司的品牌美誉度、专利、技术实力，或者说大家口口相传的寡头垄断这种说法。不管怎么样，相对于有定价权的公司才是更值得投资的企业。然后我们在判断了一个公司是不是好公司之后，就要看它是不是在一个赚钱的行业。如果它在一个赚钱的行业，我们进一步看它是否有一个定价权。只要满足了这两点的公司，才能够进入到我们下一步的估值筛选。所谓的估值，就是估计这个好公司到底值多少钱。假设一个好公司越便宜，买入后赚钱的概率就越高。于是估值是整个投资中最容易把握的。关于如何估值，有一套很具体的方法，这里就不具体说了。当算出了好公司的估值，投资就简单了很多。我们只需要在这个公司市值低于它的估值时买入就可以了，而在它的市值高于它的估值时卖出，就能够赚到我们的第一桶金。打个比方，如果有两辆好车，一辆是奔驰，一辆是宝马，是买奔驰好还是买宝马好呢？这个取决于它们的价格和价格之间的关系。比如奔驰本来值100万，但是售价是200万，而宝马本来值100万，但是售价却是50万。那么半价买宝马是不是更好的投资？双价买奔驰是不是就是不好的投资了？相信大家心目中已经有了答案。这就会牵扯出一个问题，投资中的时机。时机说的就是什么时候买入，什么时候卖出。好的时机就是在估值低于真实价值的时候买进，在估值高于真实价值的时候卖出。这里有一点需要注意，你不要想去精确的抄底或者逃顶，这个是非常难的。你要做的是用更长期的眼光来看这个问题，只要能够在较高的价格卖出，在较低的价格买入就可以了。到这里，这本书的内容我也和大家分享的太多了，我们可以一起来做一下简短的总结。在投资中，坚持最简单的事情就能成功。我们要选择自己很懂的投资标的，排除掉那些我们不懂的行业，这样就能集中的优胜兵权去歼灭敌人。我们只投资那些我们有高胜算的公司，这就好比我们打羽毛球只和比自己能力低的人打。
能够赢得更多成功的概率。当然，如果我们什么都不懂，那我们就应该先进行学习，再进行投资。切记要记住，不懂别乱投。要找到这样的高成功概率的公司，我们还需要看公司的品质、公司的估值以及投资的时间这三个条件。品质一看公司所处的行业是否赚钱，二看公司有没有定价权。估值就相对于比较简单，有具体的估值方法，还有更多其他的书籍在讨论关于公司估值的方法，有更多的书籍在讨论关于如何分析财报。好的时机就是在估值低于真实价格的时候买进，在估值高于真实价格的时候卖出。好了，我们今天的分享就暂时说到这里，希望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频道，那么我们下期再见，拜拜。